那以往的话，差不多你的粉大概100克、哦、就差不多够了。那个这边的水粉比是，我们今天使用的是 Daikin， 它的水呢是21左右、哦、然后粉的话是100克、哦、那我们就先用100克的粉再加上21克的水，我先把水粉量好。